现在时间1:40。对呀、啊，2点烦死人了。没有，你就慢慢滑下去，应该跟我过的时间差不多。哎呦，帽子要卷，帽子要卷。我已经卷好了。那我咧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。你还可以。我要卷。我刚有拍，而且是雪没那么大的时候，雾没那么大的时候啊，这是雾不是雪。就这条，也只有这个红线，黑线应该没开放。今天下过一下就变树林了，这样够大。今天预报只有10-20公分而已。明天还会继续下更大，但是能见度就不好了。而且明天风好像会变大。天，然后又一大。不知道啊。那其实昨天来可能会更好，因为前一天大风。因为前天我没有去注意那个缆车情报，所以昨天就被骗了。你说啥？我就是要露鼻孔啊。因为哦，脸的话可以上来一点点，但是鼻孔就是我要的。
我走下面，然后这是最上面这一段，我这时候我们应该不会再来滑了，对啊，所以就下去吧。减速用，好了，走吧，我们只是来这里减速一下而已。走了。减速哦，加速加速，走我前面，加速加速，加速加速，想要省点力气，没想要更费力气。哇！快了吧，前面转弯。还不大行。还没有力道。这里可以。好的，可以了。没有插棒棒吗？看来是右边，左边是马路吧？左边是马路吧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下面。不确定呢、欸。我想要走车子走过的路。我也不确定啊，应该还可以吧。我来试试，只能走车子的路啊。这真的是路吗？哦，
好吧，走吧。所以你觉得这一段你还会想滑吗？我也觉得不会吧。对啊，我觉得就是还不到两点吧。1:53，用不着赶，滑下去刚刚好到了。对啊，直走就对啊，等他就好了。先滑下去吧，因为我的预测就是像这样啊，就是没什么力气就走了，走了。可以啊。你不用往上爬，你回头再往右靠回去。好了，都可以。好，那就直直下，就平平的下去就好了。OK 啊，公车站那里。
不会啊，下面就是啊。我坐往上看，我就觉得这个雪场就这样啊，也不会想继续滑啦，就是宁愿先等合适的公车回去，一直在再来练功啊，对不对？我就说我感觉应该就会这样一路滑下来了啊。熊之汤，我没滑过熊之汤，但是熊之汤没有全部开放。然后你看到的就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，没有滑就算了。刚刚好啊，还提早到嘞，还有十分钟。我们这一趟滑下来消耗了91卡，真的。还有路径图嘞，你看，而且哪边冲比较快都有，哪边很平也有。也还好，我们出来才18分钟哎、欸。啊，还这样还花了18分钟、嗯。你要看吗？嗯，不要，我有录，只是现在没办法看而已。OK。哎，这样接很刚好。哎、欸，不用接，这中间不用转车，直接就。欸，好像要转，搞不清楚。我也要关。